呃，光明顶哦，应该还记得这个，呃，这个呃倚天屠龙记》里面最精彩的一幕，对不对？哦，好、哦，那当然后来都被张无忌啊，这个超级神功盖世给化解了嘛，哈、哦。那我今天借由这个《倚天屠龙记》围攻光明顶啊，来比喻现在目前的台股。好、哦，所谓六大门派是什么？好、哦，就是现在目前的行情是群起而攻了、啊，好、哦，不像是去年一个人的武林，好、哦，这个台积电半导体啊一枝独秀，好、哦，今年所有船产百花齐放。 哦，所以各位看到今天，呃，整个半导体股票相对弱势的情况之下，没有关系。哦，钢铁、航运、塑胶、水泥、食品，哦，各类股啊，这个全面是呃往上攻坚的一个状况。哦，就是等于说这围攻光明顶了、啊、哈，这个意思在这个地方。哦，中钢又涨停板。哦，你会看到中钢这种一千五百亿股本的大公司哦，哦，这个连续的亮出涨停板，这个非常罕见了、啊。 哦，这个告诉你什么？告诉你这个钢铁哦，恐怕这个行情真的是不小。好、哦，这个呃，中钢董上翁朝栋也喊出来了，高钢价时代来临了。哦，那既然是时代两个字，它就不会是一个短时间的，是不是？哦，如果你相信翁朝栋讲的，哦，你相信中钢这个董事长，哦，他对于整个景气或钢铁基本面的判断的话，那用时代这个两个字呢，就告诉你它可能是一个呃。 不是一个短时间的，哦，不是可能几季度，它可能是以年做单位了。好、哦，如果是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钢铁股的一个这个行情啊、哦，真的可以讲说是遇小不易了哈、哦。那在钢铁啊、航运啊、塑胶啦、啊，哦这些这个各大门派的带领之下，指数就攻万七这个光明顶了。那很多人说，那到底这个顶有多高？哦，我跟各位讲啊，其实也别去猜了。哦，这个永远呃猜顶啊，你是猜不准的。 哦，你与其去猜这个顶，你不如把你的心思放在怎么样选股，好、哦，怎么样做资金布局，跟随着今年操作的主轴跟方向嘛。好、哦，这个是我个人觉得我们在投资上面，我们要用这个 positive thinking，然、哦、就比较正面跟积极的角度去思考、哦、啊，不要说啊一涨上去我们就想要去放空啊，想要去猜顶啊。其实这个我个人是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必要了哈，因为金融市场瞬息万变，好、哦，这个呃，你用各种分析的方式。 你都很难去摸到哈这个真正的底部跟真正的顶部，好，不管这个底在哪里，顶在哪里，好，我个人觉得无所谓，好，重点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呃顺应这个趋势跟方向的操作，好，那这个台股的部分我们先放后面讲，我们先来讲美股哈，那美股呢，其实在呃这个上周的行情不错哈，美股是连涨四周哦。 好，道琼、哦、跟标普的涨势是持续的哈，纳、哦、指啊其实也是连涨三周了哈、哦。先前呃纳指啊科技股本来比较弱势啊、哦，后来就这个回稳哈、哦，恢复多头的走势。那上个礼拜比较弱的是半导体股，好、哦，费半指全周是下跌的哈、哦，不过跌幅不大了，百分之一点二六，相对这个其他三大指数都上涨哦，这个费半显得相对比较憔悴一点啊、哦，这也是因为这个先前半导体股票涨多了嘛。 哦，那同时你也发现啊、呃，今年不管是这个美国的半导体股，或者是台湾的半导体股啊，相对在这边呢，都有一些比较弱势的形态。那为什么呢？这其实跟美中的这个科技角力是有关系的。大家知道，这个费半指数里面有很多半导体设备公司啊，他们其实是要做中国生意的，哦，他们要做大陆生意的。结果你现在呢，这个呃，美国跟中国在科技，在整个国力的角力上面呢，哦，就相对使得这些公司的生意受到。 某些情况的阻碍了嘛？好、哦，比如说最近连跌五根跌停板的四星 K Y 不是同样的这样状况吗？四星 K Y 第一季缴出了非常好的 EPS，而、啊、是史上最高的一个 EPS，但怎么会从九百多块跌到了剩下这个呃这个呃五百多块呢？差点就是股价要腰斩了。好、哦，连跌了五根跌停板，好、哦、才打开，什么原因呢？哦，就是因为它最主要的客户是中国大陆飞腾嘛。哦，这个天津飞腾这家公司，呃。 他给这个四星 KY 的单不小哈，大概占四星 KY 百分之三十五的这个营收哦，这个高速运算的晶片哦，那结果呢被美国这个指控说这些晶片去用在这个飞弹的测试上面，那当然就导致了四星 KY 这个股价的重挫。同样的还有金力科哦，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呢，其实美国的状况也是一样，美国有很多大公司，它其实期盼也要把晶片卖给大陆的哦，但是呢，像 这个美国黑名单一下之后呢，也禁止出口哦，半导体设备也是一样的。所以先前这个艾斯摩尔这个总裁也针对这个 e V u 机还不能卖给大陆，他也很扼腕嘛。哦，这他也讲说，美国这样子做，其实这个长期而言呢，它是限制不了这个全世界半导体的发展，但短期呢，对这些公司的营收啊，包括他们的这个生意是有影响。所以为什么美台的半导体股票相对弱？我觉得跟这个美中角力啊。 哦，现在越来越激烈是有关系。那市场资金当然他就会去找其他出路嘛。再加上今年是那个各大门派围攻光明顶这种趋势跟方向，所以资金就会去找这些船产哦。这个各有其主。那这些船产本身来讲哦，这个外资哦，这个跟投信法人先前他们琢磨的不多，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投信法人呢、哦，他们最主要还是这个、呃、这个重压科技股哈、哦，尤其是半导体族群。 哦，那现在目前呢，呃，这个态势呢就变成什么？啊、哦，这个法人持股不多，但是呢，这个呃本土资金啊、哦，这个各种资金呢进入到哦这个船产上去，相对没有法人的这个卖压，哦，所以说呢拉台就非常的这个相对筹码就变得比较轻，而且他们其之去年的机器都比较低，哦，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塑胶股像台剧啊、华夏啊、连城啊、台达化。 哦，甚至台塑四宝啊，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像南亚啊，哦，持续都是在创新高。南亚今天已经是来到九十块之上了。我记得上个礼拜跟各位报告的时候，南亚还在八十五块以下，更不要讲中红、中钢、海光哦这些股票。然后呢，你可以看到像水泥股、雅泥、台泥也都在动，塑胶股连振兴、振兴呃这个橡胶股连振兴都在动。好、哦，那今天在纺织股的部分呢，像远东星这种大牛股也都在动。好、哦，就感觉说哇，这样子一个。 呃，整个呃船产的呃这个股价的上涨哦，它形成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呃这个气势哈、哦。那更不要讲纸类股，像华指天天亮灯涨停板，正龙永丰、鱼龙城持续都在往上攻。好，那航运股阳明、长龙惠阳啊、哦、四维航这几家这个这个股价都持续在创新高了。 好、哦，这个长龙已经攻到了六十块之上了，眼见快要到七十了。好、哦，你看，发现这些公司的股价怎么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好、哦，因为他们去年的机器比较低，好、哦，所以就变成是这样的一个整个台股这个呃这个各大门派一涌而上的这个行情。那这个其实也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其实他们这些产业景气基本面好不好？的确是好啊。比如说以航运来讲，哦，你可以看到这个货柜双双三三雄啊。 哦，长隆、万海、扬名这三家公司，法人估计出来，他们今年第一季，哦，他们的盈余可能一千亿，哎，那你就看看这三家公司的股本加起来，到也就一千亿了，所以等于说一季可以赚到这个呃,呃三家公司的总股本了，啊，哦、那那才是第一季啊，哦，中钢也是一样，对不对？中红公布出来，二月的 EPS 已经赚盈，一个月赚盈去年全年，哦，所以就整个。 行业的景气啊，这个原物料带动的行情啊，非常的这个剧烈的变化。那再加上他们相对的股价又是极其比较低，所以当然这样子，法人筹码又没有，好，就是说外资投信都没有都没有在这些上面有太多的这个筹码，好，所以就变成是这个本土资金推动唯恐光,光明顶的行情，好，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所以我们来看到这个呃台股的现在目前的整个态势啊，呃，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啊，已经不是一个人的武林了，好，这个去年台积电。 啊、哦、的这个行情呢，啊、哦、已经结束啊、哦。半导体相对现在目前处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氛围之下，是不是？好，那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以台股来讲，我我给大家有一个这个字卡哈、哦。那现阶段的选股策略，三月跟第一季啊、哦，我认为你好,好去研究一下营收创新高啊、哦，相对它的股价基期也比较低的哈、哦。另外，周期性跟原物料相关的族群啊、哦，还有就是呢，持续涨价跟缺货。 哦，高值利率，因为马上要这个呃股东会行情啊，啊，然后呢，连续到这个七八月初权希望季啊，所以说这个高值率概念股啊，也还会是一个选股的重点哦、啊，所以说，如果说有哪一哪一些族群，哪一些股票，这些都同样具备特色的，哇，那就是超级 bingo 了、啊，这个呃四星连线了，对不对啊？但不容易啊，不容易，每一个都有。 那我是觉得这四项里面呢、啊，有个一两项的，就是已经算是不错了哈、哦。这个各位可以把它放在选股名单上面了哈、哦。好，那各位看到就是说在呃这样的的结构面上面，哦，但你不要去追高，有一些已经是大涨而特涨的股票，你看台剧哦，这个 EVA 的这个题材哦，台剧的股价是用这样整个是呃高角度的拉升哈、哦。那那当然像这个食品股的南桥，它的基期就比较低一点，对不对？ 哦，比如说这个南亚，我上个礼拜有跟各位报告哈、哦，你可以看到南亚今天股价也是攻到九十块之上，哦，然后呢，华指这个角度非常的陡哈、哦，今天还是继续亮灯涨停的哈、哦，那你就可以去注意什么？注意像正荣啊这些，呃，积极没有那么那么高哈、哦，就是说它的上涨的没有像华指这么这么呃彪悍的，就是我们在同样是指类股嘛，对不对？ 哦，你就会找一些，哎、欸，它那个走势相对比较平稳一点，哈，它没有是用喷的，哈，因为有时候去股票去追高的风险也蛮大的，哈。那另外各位看到像中红也是啊，这个我已经跟各位讲过很多次很多次了啊，这个二月就赚赢去年全年这样的一个概念，哈。那中钢呃今天又拉涨停的情况之下呢，也带动了整个钢铁族群的大涨特涨，海光今天也是亮灯涨停，中红也是亮灯涨停，哈。 哦，那你就会注意像美国股市里面，好、哦、像美钢啦、啊，哦，克利夫兰资源啦、啊，哦，他们都呈现一个多头的趋势跟方向，只不过就是他们，呃，涨涨就会拉回，涨涨就会拉回。所以我觉得像美国的钢铁股哈、哦，你要用一个比较中长期的角度去操作它们。哦，那你可以尽量不要看盘，我建议你不要看盘。为什么？因为美国的钢铁股波动很大，哦，它常常动辄一天上下都是五六趴、六七趴这样的一个波动。好、哦，如果说你这个晚上睡觉啊， 之前还去盯盘的话，恐怕你的睡眠情况，呃，品质不会太好，好 <laughs>，因为美国股市嘛，现在九点半开盘，你会看到个十一点，哇，这一大波动，你可能晚上睡觉又不安不安稳了啊、哦。这个半夜想想爬起来偷偷看一下这个股价的变化，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啊、哦。其实你就是说，呃，有一些趋势明确的哈、哦，假设这个高钢价时代来临了，那它不会是只有台湾高钢价嘛，因为全世界共通的一个状况。 美国现在整个钢铁的产能其实是很有限的、哦。如果各位去看全世界最大的这个粗钢的产量啊、哦，其实是在中国嘛，好是一年是十亿吨，哦，美国顶多就是一两亿吨呢。好、哦，所以美国过去它长期是要靠钢铁进口，好、哦，它呃都是都是靠这个全世界各地的这个进口。好、哦，美国本身它的制造业的成本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在成本考量上面不如这个进口。但是各位都知道，就是说现在这个拜登要把。 好，拜登从川普来，拜登要把美国自己的制造业找回来，自己的机会。好、哦，所以说呢，呃，某种情况，我觉得美国的钢铁业啊，他们已经有开始这个做合纵连横整并的一个情况。不管是呃克利夫兰资源啊，或是说美国钢铁啊，他们都有在合并一些钢厂，好、哦，把这个呃经营规模给扩大。好、哦，那呃只要钢价一上来哈、哦，他们的利润很快就会出来。好、哦，这个像我之前有跟各位报告，像中红啊，一季的营收都有上百亿嘛。好、哦，那上百亿的营收。 过去为什么不赚钱？哦，因为毛利低啊。哦，净利率低啊。哦，因为钢价不好，哦，所以它的利润率不好。那这个，但是它每一季，哦，即使这个利润不好，但每一季大概它还都是这个百亿的营收，哦，所以它的生意跟它的产能大概就是这样子，哦，但是只要说这个，呃，这个景气一好，哇，毛利率马上跳上来的话，净利率跳上来，钢价大涨的话，那他们在这个。 像这种公司，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营收规模，他们很快的，他们的 EPS 就会很明显的增长。好，这是呃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好，所以说呃，我觉得如果各位说，哎，钢铁股台湾已经涨那么多，那你可以放眼全球的其他的这个股票市场，来找一些相对没有涨那么多的哈，然后这个基趋势方向又很明确，产业未来的这个。 呃，成长性好、哦、跟趋势，我们又看得很清楚的哈。那、哦、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你要、呃、有时候这个投资，我们比较着眼在中长期好、哦、你你你你你的持股这个放下去的话，你就比较不会紧张了嘛，哦，不会说啊晚上睡觉啊，半夜要起来看股票要干什么的。好、哦，美国股市其实基本上上个礼拜呃就费半拉回啊、哦，其他三大指数都是上涨。好、哦，那美股这一波的多头走势哈、哦，我觉得主要受益于就是说市场预期企业财报亮眼哈、哦，因为。 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目前估计出来，S M P 五百五百五百大的公司啊，平均的这个盈余增长啊，会有达到二十七到二十八%。好、哦，同时呢，最近美债的支率也下滑哈、哦，所以市场的避险需求转为投资需求。好、哦，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美股的一个投资方向哈、哦，可以用这个成长型股票搭配景气呃循环型的股票哈、哦，包括这个价值型股票，好、哦、做资金比较分散的布局。好、哦、像台股也是一样。 好，台股现在目前的这个策略就是说，你要资金要分散一点，好，因为你说六大门派嘛，这么多门派，你只压一个门派，好，万一这个门派今天，呃，市场资金没有人动到它，相对它没动，好，那其他的大动，好，那你心情就可能就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你不如啊，把这个资金平均分散在我刚刚所讲的，就是说一些原物料族群、景气循环、周期性股票这个族群上面。 哦，我个人的策略是这样所以、就是、说今年投资我们分散一点，啊、哦，我们今年投资我们的资金啊、哦，这个呃，这个不要只压一单一个股，或者说单一类股，哈、哦，因为轮动嘛，大家都知道轮动，你今天不涨，我休息嘛，我休息你涨嘛，你涨了，你涨了之后明天换我涨，你休息，就变成这样的一个态势，哦，那你说啊，这个半导体股票会不会一直跌下去？我个人觉得也不会了，因为。 毕竟啊、哦，这个台湾半导体还是有它一定的基本面的支撑，好、哦，这个企业获利啊，这个各方面哈、哦。那呃，五月开始公布财报，四月底公布财报的时候，有些 IC 设计股啊、哦，今年的状况很好的啊、哦，我觉得他们就会开始这个呃率先啊、哦，股价出现低点往上要走走阳的情况。比如说各位就注意，像驱动 IC 这个族群，哇，今天蹲台杀到跌停，连勇大跌，好、哦，大家很紧张。事实上我，我我所知道驱动 IC 的状况。 非常好，哦，这个景气，这个呃，整个整个市市况非常的好，哦，那公司的获利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只不过就是说什么，就是说最近这个涨多了，这些族群它会资金会流动到这个船产，因为船产最近是当道嘛，哦，就是六大门派的这样的一个当道的一个行情之下，我觉得它是一个资金流出来，从半导体族流出来，可是你说哎，这些这些船产涨多了，哦，这个。 持续每天都都都所,所涨停吗？当然不可能，股票再高也不会涨到天上哦。所以说在，在呃这些船产大涨一波之后呢，诶，它又开可,可能可以开就出现这个高档不呃涨不动的状况之下呢，资金会来，它又会去流回半导体啊、哦？我觉得会是这样子一个情况。所以说呢，你要去呃逢低，现在目前整个半导半导体族群逢低去布局，我觉得也没有错哦，只不过就是说这一波船产产的上涨，它是涨会涨多久，我很难预估。 哦，它的气势会到哪里？我也很难為因为你看到中钢今天又亮灯所涨停，这个实在是有点不可思议了，已经快攻到四十块钱了。我记得去年我在第四季跟各位报告整个钢铁行情的时候，那时候看中钢的时候，那时候才二十块出头啊。哦，这个已经半年时间不到，已经涨一倍了。中钢都涨一倍了，那这不要讲其他的这个。 规模这个资本额比中钢小的这个钢铁股，那都已经是两倍三倍的行情了。好、哦，你看，我最早我记得有跟各位报告到海光的时候，大概差不多十块附附近吧。海光现在股价都已经多少了？哦，中虹也是一样啊，对不对？好、哦，所以说，呃，中钢都已经涨快一倍了，那更不要讲其他的这个呃这个。 相对股本比较小的这个钢铁啊、造纸啊这些公司的这个股价，可能他们都是两倍、三倍的涨幅了。那你说两倍、三倍的涨幅，我还能追吗？那当然不能追啦！好、哦，这个大家要冷静啊！哦、我刚刚讲说围攻光明顶已经攻上去光明顶了，那你还要再攻到多高？我不知道啊，这个顶有多高我不知道啊，这已经到万七了嘛，对不对？好、哦，这个顶有多万八吗？万多少？我不知道啊、哦，我也不要去预估它，只不过说。 金融股票上就是这样子嘛，三十年风水轮流转嘛。今年现在目前这个行情转到这些族群上面，好、啊，他们现在这个当当道当红，可是哪一天他们涨多了，他们都两三倍的涨幅了，那他们自然也会被调节嘛，好、啊，他们股价自然也要修正下来嘛。那自然修正下来之后，资金会转哪里？去？机器比较低了。那哎、欸，那找找来找去基器低，基本为又又不错的，就什么又变又又轮回半导体啦、啊。 哦，就变成这样子，所以你永远在追高杀低的话，哇，那这个你的做错方向了。你应该就是说，我们已经应该应该正好，我们就是应该这个广结善缘。今年呢，就是呃资金分散一点，那你就可以怎么做呢？你就可以说，哎，我就呃就调调调掉啊，涨多的股票赚多的，然后我。 陆续慢慢的把我的资金转到一些相对机器比较低、在下跌的股票上，只要只要它的这个基本面是好的，好公司、产业前景是透明的，你就你就不用怕它了嘛，对不对？好，所以说用这样子一个方式，我觉得会是一个比较今年稳当的一个操作方式。所以今年的策略很简单哦，分散。然后呢，呃，这个我们应该要在整个资本的调整上面呢，我们要去逢高要去卖一些这个。 这个当红的哈、啊、涨多的，然后我们把资金放到哈、啊、这个卖掉的时候，资金转进到一些基期比较低的相对，但是就基本面啊不错的一个这个呃相对的标的上面去，这样我觉得这样操作上面我们就比较不会去犯了那种所谓一般市场讲的最高杀地的这种老毛病了啊。好，那那个呃上个礼拜美债值利率啊其实是。 跌了十个基点，哈，收在一点五九，哈，进一步脱离三个月的高点一点七七六了，哈。那另外上个礼拜美元指数也下跌了零点七八，好，收在九十一点五四，跌到三月十八号以来的新低，新低了，哈。那美股的部分呢，最后要跟大家报告，就是说这个疫苗的部分，哦，大家都知道最近啊，这个疫苗这个血栓的问题啊，不是闹得沸沸扬扬吗？哦，搞得这个 A Z 啊，这个医护人员施打率很低嘛，哦，这个 A Z 有三十万剂。 施打的空间，结果医护人员打了三万多剂而已，好、哦，这个施打率才十分之一。10, 那现在政府开放自费，让民众去施打，好、哦，那你会不会去打呢？好、哦，呃，我觉得有出国的必要的人哦，可能要去打。哦，为什么？你说，哎呀，这个血栓它的这个呃中奖率高不高啊？哦，事实上血栓的中奖率，你看统计数字，牛津的研究，我现在拿牛津的研究跟各位报告，统计数字其实并没有那么高，一百万人里面哈、哦、，A Z 大概差不多是五个人呐、啊。 好，A Z 差不多五个人，但那你说莫德纳跟辉瑞的疫苗，当然辉瑞就是呃这个、P、f i z e r 跟 BioNTech 好、哦、这两家公司合作的疫苗嘛哈、哦，那这个辉瑞的疫苗就 BioNTech 的这个疫苗有没有有没有血栓的问题？事实上，根据牛津的研究也是有了，莫德纳跟呃这个牛莫德纳跟辉瑞疫苗也都有血栓，只是说它的这个显著性没有像 A Z 这么高。好，A Z 我们刚刚讲一百个一百万个人里面是五个好。哦 那五个其实也是很罕见了哈，那这个莫德纳大概是四个，哈，那那个辉瑞大概也是四个，然后这个统计他没有把焦身做进去，好，但焦身最近的疫苗也被 CDC 呃这个叫美国各州暂时不要施打嘛，好，因为也是有血栓的问题嘛，好，他这个血栓发生在哪里？就发生在脑，好，就是所谓的脑血栓，脑血栓就是脑中风啦。好，那这个脑中风啊，其实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感染新冠呢、啊？哦，这个导致血栓、脑中风的几率是更高的哦。哦，以这个目前的医学、目前新冠的统计数字来讲，一百万人里面大概有四十个人，哦，三十九个到四十个病例，哦，是会发生脑中风的。哦，因为他那个血，呃，感染这个新冠病肺炎之后哦，他那个血液会变浓稠，浓稠的话，他有可能会就是这个堵塞掉你这个脑脑里面的血管，哦，就变成是脑血栓的一个状况。 哦，脑血栓的后遗症有很多,、哦多，多多神经麻痹哦。像我有医生朋友，他们就有发现哈、哦，那、这个这个新冠康复的病人，哦，他们出现什么讲话没声音啊？因为喉喉部的这个神经麻痹啊，哦，然后呢，不能，甚至严重到要插鼻胃管，因为他这个地方神经麻痹，他没有办法主动进食，好、哦，很惨了。好、哦，所以这个你说你要出国，你要不要打 A Z？你恐怕还是得打、啊，对不对？因为你不打，你得了新冠。 那个呃，那个嗯嗯，那个中脑脑血栓的几率更高啊，好，高达高达四高达高达这个十倍，好、哦，就是说你不打的十倍，好、哦，四十一百万大概有四十个人，好、哦，我们刚刚讲那个疫苗大概是四四个人到五个人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啦，那我们来可以看到一些这个疫苗股的这个状况，A Z 的股价是很疲弱了好、哦，为什么？因为它最近就是风风头上嘛，被人家点名这个血栓的状况，所以它去年各位看到就是。 A Z 哈、哦，这家公司是这个欧洲的药厂啊、哦，它挂牌在伦敦证券交易所。大家可以看到，它去年的股价最高的时候，七月的时候大概是九十三，呃，九十三英镑哦，九十三英镑。现在目前的股价是七十三英镑哦，现在目前是七十三英镑。所以从去年是一路盘跌弱势跌下来的状况。好、哦，那相对而言，各位看一下哈、哦。 J&J 的这个股价呢，最近也也不强、哦，因为什么？因为 J&J 也被禁用嘛，哦、美国 c e c 叫各州禁用、哦，所以说它的最近股价也是呈现一个这个破线，好、哦，弱势的一个格局。但是呢，你可以看到另外两家没被点名的，哈、哦，或者说媒体报道没有那么那么明显的这个血栓的这个新闻的，莫德纳最近股价很强势哦，哦，这个上周五哈、哦，莫德纳股价是大涨了将近七趴哦，涨了美股涨了十，快十一块钱美金了、哦、哈。 那另外在呃，Fiser 的部分呢，也也表现的很强势，哦，上周五呢，Fiser 是大是涨了百分之二点六的幅度哈、哦，呃，它股价也跟莫德纳一样是呈现一个比较明显的多方态势，但是相对我们刚刚讲的 AZ 啊，哦，这个包括像是这个呃呃，像 AZ 的股价就不行嘛，好、哦、像 JNJ 的股价表现也没有那么强嘛，哦，就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你说哎？ 没有这个、台湾现在只有 A Z 对不对？三十万剂，好、哦，现在开放民众自费施打，就是说它不是所有民众都可以自自，就你有部分民众可以自费施打，啊、哦，那个、出国需求的人等等啊，这些民众可以去医院，好、哦，这个排队，好、哦，就是登记，然后去施施打哈、哦，一剂好像五百六百吧，好像这大我没有记得很清楚那个价钱，然后今天开开始嘛，好、哦、那。 台湾有没有疫苗？台湾现在有三家嘛，大家都知道哪三家，对不对？好、哦，就是说这个呃高端疫苗联雅跟国光嘛。好、哦，那国光因为现在已经宣布了，它要调整制程，那大家都知道调整制程是什么意思？这讲的比较含蓄了、啊，对不对？就说它的疫苗在研发的过程中是出了一些状况嘛。好、哦，所以说这个我看詹启贤是说，呃恐恐怕要等到年底了。好、哦，那那那联雅跟这个高端就比较乐观了，对不对？他们都说啊，我们现在已经二期在收案了。好、哦，二期已经收案了。 哦，那二期收案的话，呃，现在现在指挥中心好像是说什么要这个拼七月紧急授权给他们使用，因为现在全世界疫苗都是紧急授权的啦。好、哦，那你说，哎，没有做三期，没有做三期，这样安不安全啊？我不知道，哦、我不知道安不安全哦，反正呢，因为现在你你莫德纳台湾没有嘛，买不到嘛。哦，那那那比呃 B。 变，那那个呃 bio n tech 的就是辉瑞的疫苗，这个要跟当中国大陆的厂商买嘛，那这个指挥中心说不可能嘛，哦，所以说你看辉瑞大概也别想了嘛，哦，所以辉瑞没有啊，然后呢，莫德纳也买不到哈，或者说莫德纳也没进来，我看陈思忠是说，如果莫德纳比这个辉瑞的疫苗晚进来，那就不要了，好，我觉得陈思忠有点在放话了，要这个。 呃，莫德纳赶快卖给台湾了、啊，是不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我不知道、哦，我不敢，我没有去猜测啊、哦。我就是从这个新闻角度去思考解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啊。好，那那新闻又说这个什么莫德纳对我们的信信息都是已读不回了，干嘛的？哎，这个美国都已经是要这个全全民成人全面施打了，台湾现在哦，这个疫苗还搞不定。好，那没有进进口疫苗拿不到，没办法，只只能就搞国产的嘛。 那国产就只有两家，今年有机会嘛？好，就是联雅跟这个呃高端嘛。好，所以大家联雅因为没有股股票挂牌，好高端有，大家可以看一下高端的股价三百多块哦，不低哦，好姿态也蛮强的哦。为什么？因为感觉起来它应该是志在必得了啊！我一拼七月拿到紧急授权使用，好就开始供应疫苗了。那至于说供应疫苗，国人有多少人会去打？好，或者说呢？ 呃，打了之后会怎么样？那就另外一回事，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哈。我们就到时候再拭目以待，再看看吧。好，好吧，那这这个是疫苗的部分，大家可以再去参考。我觉得最近这个呃，如果说这个新冠这个肺炎这个疫情啊，它变成是流感化的话，那这真的就是长期会在呃，这个病毒是会变异，然后持续留留存在世界的话，那每一年可能都要去打疫苗咯。 哦，就跟这个 Pfizer 的执行长讲的，他说，因为病毒在变异，所以每年都要打疫苗。哇，这个听起来头皮都发麻了哈。而且他说，可能打两剂不够，还要再追加第三剂。哇，真的昏倒啊！这个大家现在我们这个日子很苦啊，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这个全世界这个疫病的问题，真的是很伤脑筋了哈。这个。 然后你看到这个 WHO 的数字，全世界确确诊的人数并没有因为疫苗开始施打而下降，反而是创历史新高的哦。哦，这个印度一天十万人确诊哦，这很惊人的数字哦。好、哦，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了好、哦，那呃，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解封、可以出国了好、哦，现在目前看到的状况就是这样子。好、哦，疫苗呃，是不是真的能产生百分之百的这个防疫跟保护作用？好、哦，其实也是打问号。 哦，而且它还有这个保护效力期限的问题。呃，像我一个医生朋友，他就没打 A Z 嘛。我问他为什么没打，他说我又没有要出国，我现在去打 A Z 干嘛？因为 A Z 他说打了半年，这个保护效力就下降了。那我是不是半年后要出国，我还要再去打呢？所以他干脆就不打。哈、哦，很、嗯、那而且据说了哈，打了这个 A G 之后，这个发烧的情况很普遍。就像科比讲的说啊，打了陈时忠也发烧嘛，对不对？ 哦，因为这个疫苗效力很强哦，就是说这个打下去很像是得了重感冒那种感觉哦，很不舒服的，发烧哦，所以很多医护人打之前都会吃退烧药了。哦、那大概整个情况是这样。好，让各位呃，这个从疫苗股价啦哈、哦、这些呃表现出来的状况，我们综合来谈一谈哦。现在目前全世界的情势哈，包括金融市场的一个脉动。好，那今天就跟各位谈到这边哦，已经五十分了，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